要唱一下国语歌，因为开始有朋友想要唱国语歌。如果您不嫌弃的话，我可以唱自己的歌吗？可以。啊，谢谢谢谢。这位一直想可以的歌，你比较喜欢听快歌还是慢歌？都可以。原来你也是不听，你今天知道我要唱吗？所以你是专程来听我唱，到目前为止还满意吗？那以后小舞姐唱的时候还是要来呀、啊、来吧，我们再来安排这首歌。这首歌其实缺了另外一个主角啊，他应该近期内会到海外去发展，他是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萧煌奇。这首歌是我跟他一起写，我先写好词，然后他谱曲。不过应该会听得他的和声，因为把那个录音室里面的录都搬出来先唱这首歌。因为你说慢歌快歌都可以，希望你喜欢这首作品。就是介绍给现场喜欢国语歌曲的朋友，就是我跟萧煌奇一起创作的《你一直都在》，谢谢。